用完美演奏和合唱为国争光。来看到是新竹县竹东自强国中参加新加坡管乐节，熟练的演奏技巧从66个管乐团中是脱颖而出，拿下了特优金质奖。而坚实的嘉兴国小也远赴意大利比国际赛合唱，用天籁美声夺下了5项大奖。好，来看前面，1、2、3。学生接受县长杨文科颁奖表扬，获得热烈掌声。竹东自强国中参加新加坡国际管乐节，荣获特优金质奖。那自强国中，在我们朱校长的领导之下，能够这个得到这个殊荣，非常不容易。而他特别是选择的泰鲁格族民的叙事诗《狩猎之歌曲》，来得到了这个金质奖，可以去一个很高级的音乐厅比赛，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比赛的时候上台前很紧张，然后看到指挥指下去的那一刻，就是会很平静，专注在演奏里面。70位团员克服紧张心情，熟练技巧，精彩合奏，从8个国家66个管乐团中脱颖而出，拿下92.2高分评价。公演更把原名《狩猎之歌》诠释到位，震撼当地民众。坚实嘉兴国小也为国争光，天籁美声征服意大利，拿下童声与民谣合唱2个金质奖，与大奖赛第2名，以及最佳意大利乐曲诠释、最佳男歌手独唱2项特别奖。走行程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到百花教堂前面就是拍照，然后导游就是讲他的历史之类的，然后就看到一对新郎跟新娘在那边拍照，然后校长就说我们唱一首歌去祝福他们，这样。因为他们教堂的回声很好，然后我就是很投入在那个歌曲里面，然后完全都忘记身边的事物。不止挑战匈牙利、拉丁语等民谣，学生也化身小小外交官，在百花大教堂唱欢乐歌，为新人祝福，将合唱美声传扬世界。